姐，咱妈让赶紧回屋，说让睡觉呢。不睡。姐，睡呢？你睡得着啊？咱俩的事可咋办呀？我是不是特不孝顺？哎呀，这事又不能怪你，那是我妈的事儿。今儿全队人看戏可看没了，我爸还真把这老脸给豁出去了。你跟叔好好说说，劝劝他，别生气。我妈就是那么一个人，你让他别跟他计较，过两天他就好了啊。他倒是好了，过两天，那过两天他要还不同意咋办？那咱俩咋办？你啥意思啊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灰心了？是不是那个廖支书到你家来提亲，让你有别的想法了？我有啥别的想法呀？我有别的想法能和我爹今天去你家门口这么丢人家？那你刚才说的话冷得叫人心寒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得替我着想着想。我今天可是陪着你们爷俩在院子外头站了一天，你要是有三心二意，那我就上吊。咋啥事都这么冲动，老张钻牛角尖呢？我就钻你老牛家的牛角尖。你现在就说吧，咱俩的事咋办？我能知道咋办呀？回来以后就看我爸在那一口口的喝酒，看心里不是滋味。你今天看见他在你家门口那表情了没有？我妈死的时候他也这样，连续好几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。我看他样子，哎，我心里跟刀扎似的。那怎么？咱俩跑吧。跑啊！跑哪儿去？跑到哪儿都行，只要在一块儿就好了。哎呀，你看戏看多了吧？跑？那我跑了，我爹咋办？那你跑了，你家人不急死吗？不是，那你说咋办嘛？咋办咋办？我还烦着呢。我要知道咋办，不早就办了吗？平时你不是主意多吗？你说咋办？咋办？你说。你喊啥呀？你喊，我就是不知道咋办，才来问你咋办嘛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快回去睡吧，别让老人担心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变心了？哎呦，我的老天，我都不想活了，我现在。那咱俩一块死。你神经了呀？我就神经了，咋了？我现在就问你，你到底变心了没有？我的心可都是放在你这儿的，你不能说不管就不管。我求求你了，咱俩回去歇，等明天天亮再说，行不？那好吧，那明天晚上我还在这儿等你啊。啊。
烦得很，没心情吗？你，啊！哎，明天晚上我还在这儿等你。快回来，回来。见到石红了，见了。他咋说？没咋说。今天的事情你都看见了，你把我爸，我知道。今天你尽力了，你刚才出去啊，我一个人想了半天，想来想去，现在你有三条路。哪三条路？第一条。你就是不喜欢大嘴，爹也不逼你啊，愿娶谁就娶谁吧，就是不能娶，不能娶杨生。爸，你喝多了，你这是干啥嘛？第二条，明天我就去找你廖叔。把你和大嫂这回事定了，让全队的人都看看。离开了杨世红，我们也能娶到媳妇儿。爸，你别喝了，回去睡吧，行不？听我把话说完。你呀，要是非要娶世红，我也不反对。你过你的好日子。你怕我呀？我找你娘去了。爸，你这不逼死人吗？我要不跟世红，世红非得寻死去吗？那怎么办啊？我死。你死啥？你死！你死啥呀？你死！你干啥呀你？妈呀！地上大了，自己的路。自己选吧，咋选嘛？你必须选，必须选，必须选。谢谢。
我的命是你给的，你定吧。 看看廖支书。啊，哎，牛叔啊！没啥事儿，路过。随便过来看看啊。哎，牛叔。哎。哎呀，牛叔，这易水大队是一个死胡同，你再顺路也不能顺到这儿来呀。不是，你拎这么多东西，你是不是要给大翠儿提亲来呀？别管闲事儿。哎呀，牛叔，我咋能不管这闲事儿啊？这世红是我的好姐妹。你好了，啥好姐妹啊？啊，啥提亲不提亲的？ 这管闲事儿。哎，牛叔，你守夜，守夜，守夜媳妇儿哈，在呢哈，没在。守夜媳妇儿啊，你把自行车借我用用呗。 这啥事儿啊，丁香，火急火燎的。守夜媳妇儿，我要买一个急事儿，我就不来借这个自行车了。哎，丁香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哥把这自行车看得比他命都重，你可不能带走他。我这没有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你说我骑他自行车干啥呀？这都出人命了。守夜媳妇儿啊，丁香，你慢点，把那车弄坏了，你哥回来得打死我。 丁香，干嘛去？哎，守夜，有事儿。我的车，哎，我的车，我的车吧，我的车。我车呢？你喊啥喊呀？一个村的，那他有急事儿，我借给他了。你个败家媳妇儿！ 你咋不把你借出让你骑呢？我等着你把我借出去呢。早晚的，回家。我天天都不舍得骑呀！哎呀，我的车呀，我的车！老哥，哎，你能来，就说明这牛旺同意这事儿了，是吧？ 哎呀，是，哎，这牛旺绝对是个灵娃，他这么做就对了。大翠，快见你未来老丈人，快来！啥老丈人？公爹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公爹，大翠，哎，赶紧过来见你公爹。啊，叫叔。这是大翠呀。啊，牛叔好。哎呦，爷爷，我不管，啊，不管，不管，大翠。 兄弟，你不是说你哥的吗？我说你呀，大方的跟财神爷一样。这整了半天娃都有了。哎呀，老哥，这不是他的娃，这是他爷。啊？哎呀，哥，这是我本家，你别看他人小。 挺大的呢，如果要从我爸这边论的话，你还得叫声叔呢。啊？嗯，我叫他叔，那可不咋的，快。
那谁，大蒜，哎，你先带你爷上那屋去。哎，爷等会儿，哎呀，不哭，不哭。我叔叔，那是啊，我都叫叔，你不叫叔？来，喝。天了，不饿呀？不。你妈她也不饿。我看你们俩是联起手来给咱家省粮食啊。她头疼了一天了，现在还没缓过来。哎，你说，你们娘俩置啥气吗？我都怀疑我们俩是不是亲娘俩。我说你这个嘴呀，说话的时候过过脑子。爸，你也不向着点我。你说牛叔来提亲，我妈不让进门，你连句话都没有。你让我说啥呢？啊，我说话你听吗？你妈她听吗？向着你，这边是你，那边是你牛叔，中间加个你妈。哎，你让我向着谁嘛？反正你们都不向着我，我都不想活了。多大个事儿嘛，就寻死觅活的。我往后啊，这难过的日子还多着呢，我看你有几条命。快起来，去吃点饭。哎，不吃。不吃饿着。吃鸡蛋，不吃。姐，哎呀，你给妈吧啊。姐，咱妈现在头疼，喝水都吐呢，还是你吃。哎呀，我吃不下。姐，盛红，盛红，盛红，快去！丁香姐，哎，你姐呢？哎呀，不好了！咋了？牛旺他爹去我们队了，说是给廖支书的姑娘提定亲的事儿去了。啥？这亲就算这么定了。行，来。咱们俩啊，不是外人，不可以。我跟你说心里话，我这次啥意思呢？就是咱们来个快刀斩乱麻，气死咔嚓就把婚事办了。等那个世荣他们家反应过来，晚了，他俩捣乱不了。对，老哥，我也是这意思。这个赶日不如撞日。前两天呀，我刚看完黄历，这月28它就是个好日子，咱就定在28了。哎呀，急了点吧，我都啥都没准备呢。哎呀，老哥，你还准备啥呀？我这都给准备好了。牛旺一过来，小两口先住在厢房。过两年我就给盖新房。来，哎，兄弟啊，你等一等，刚才你说啥来着？说他小两口住厢房，是你嫁闺女呢，还是我嫁儿子？老哥，咱俩还分那么清楚干啥呀？你家不就是我家，我家不就是你家吗？我明白了，你是让我们家牛旺入赘到你们家？哎呦，老哥呀，咱俩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啥都不用准备，一切由我来操办。我还就那么一个儿子。老哥，那你儿子不就是我儿子，我姑娘不就是你姑娘吗？要不这么着，你也别一个人在杨家沟待了，你跟他们一块上我这儿住了，咋样？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
来，要撒我是吧？撒，往这儿撒，撒，撒了我就疼。撒呀！你说，你是不是真的要娶那个廖大翠？说，我爱娶谁娶谁，我用你管？我单嘴管了，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咋？那以前跟我说的那些话都不算数了。你别说那没用的了，石红，都啥时候了呀？跟谁过不是一辈子吗？不一样。那是我妈不对吗？我说她了，我跟她说啥也别要，让咱俩结婚，她肯定同意嘛。没用了吗？现在就算你同意，俺爸也不同意了吗？那你让我咋办吧？咋办？石红。别在这丢人了，咱就这吧。这辈子我欠你的，下辈子我还你不行吗？成不成？算我求你了，下辈子我做牛做马还给你行吗？我们家不缺牲口。我说过了，这辈子我不嫁牛啊，我就去死。
山黄河几时一道完美。这是忙着上吊呢，不忙。啊，那我歇会儿啊。哎，你看我干啥？我没看。我都看见你看了。看你怎么了？你坐这儿干啥？你站那儿干啥？用你管？要你管？哎，你那么站着不累啊？不累。不累，腿都哆嗦了，还说不累？你管呢？你是不是要忙着上吊啊？我不忙。你真不忙，那我就多歇会儿。都坐了大半天了，你这头也不往那套子里边钻，要不先回家吧，天不早了。你咋不回家呢？你回我就回。你回我就回。你是哪个队里的？你哪个队的？我是沂水大队的。哪个队的？沂水大队。你干什么？你真是沂水大队的啊？叫啥？王长安。结婚没？没有。为啥？穷。那我不跟你要彩礼，我也不跟你要钱，我啥都不要，你敢娶我吗？哎，你说你这个人真是变化多端啊！一会儿你要上吊，一会儿你要嫁人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要娶我，我就不死了。我要嫁人了，没有手表，没有彩礼，啥都没有。妈呀！你这是咋了？
你要嫁谁呀？王长安，沂水大队的王长安。哎，别想了，睡觉呗。哎呀，睡什么睡？睡什么睡呀？还没想明白王长安，我能睡得着吗？哎呀，你说这怎么突然冒出个王长安呢？你说，这王长安是个干啥的？咱也不知道。长得啥样？多大岁数？可是我在想，赌气也不能拿婚姻来开玩笑吧？那婚姻能开玩笑吗？你这样下去啊，以后吃苦受罪的还不是他自己？哎，他那天说，王长安是哪儿的？沂水队呀。哎，沂水队不是丁香婆家那个队吗？真有这么个人？入赘就入赘吧。哎，好啊，入赘好着呢。入赘就可以离开杨家沟，就再也见不了石红了。爸，好着呢。想起问他了，婶儿，真有这么个人呐？啊啊，他是我们小学的老师，啊，还是个老师啊？啊，哎呀，昨天世红回来，突然就跟我们说要嫁给你们队的王长安，我们还以为，不是他真这么说的啊？哎，你别说，行啊，这王长安长得也好，这人品又好，哎，他就是家里太穷了。穷到啥程度啊？穷到啥程度？这个耗子要是不长眼睛，溜到他家去都得饿死。他爸又走得早，他妈带着他、他弟弟、他妹妹，他弟弟这不刚结婚吗？又欠了一屁股债，他那个妹妹也不怎么省心。他，哎，婶儿，哎呀，回来回来，哎，这。你咋就是个穷命嘞？你可真会挑。咱队就老牛家最穷，你看上个牛旺，那沂水队穷的连个砖瓦房都不见嘞。王长安家，老鼠去他家都能饿死。你瞅啥嘞？丁香亲口说的。那我爸那时候也挺穷，你不是也跟他结婚了吗？就是嫁给你爸，我才明白，不想让你走冤枉路嘛。那你们现在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？说你的事儿，别扯我们。你要嫁给王长安，还不如当初让你嫁给牛旺嘞。当初，没有你的当初，哪有现在呀？哎呀，我的亲闺女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你咋也得寻个过得去的人家嘛。你那都是啥思想？现在都已经新社会了，啥新社会旧社会的？你为啥专挑个穷的叮当响的呀？哎呀，我的事情你能不能不管？少管！哎呀！哎呀！叔，哎呀，
大婶子。哎。那咋了？找我有事啊？哎。啥事？你进屋说吧。啊，不进去了。我说几句话就走。啊。他说，以前的事都是我做的不对。我也是想着世红嫁过来，和宁旺过好日子。你说这天下，当父母的，哪一个不想了叫孩子过上好日子是吧？哎呀，都过去了，放心吧，过去了啊。哎呀，我就说他牛叔讲道理呢，那不扯别的了，你看，俩娃的亲事。哎呀，大婶子，你说咱们一个队住着，你有啥事招呼我，随叫随到。不过这亲事啊，我得跟你说实话，晚了，现在已经晚了。我们家宁旺啊，跟易水那个大翠啊，都订婚了。这个月28号啊，那就举行婚礼了，到时候请你过去喝喜酒啊。商量了，没商量队里也待不下去了，我现在是不敢出门，出门了不敢见人，我见了人我不敢抬头，我在家里待着就是一天一天的熬。他得娶我，他不娶我，我怎么离开这个大队？他不娶我，我怎么离开这些人？不离开这些人我咋活呀？